Hello everyon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oday's story is about 神笔马良。有个叫马良的孩子很喜欢画画，可他一支笔也没有。一个老头给了他一支笔，并嘱咐他要为穷人画画。马良拿起笔，在墙上画了一只公鸡，公鸡竟然活了。从此以后，马良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，画什么就有什么。大官听说马良有一支神笔，就要他画金元宝。马良说，我不会画，大官就把他关在监牢里。半夜，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一匹马，骑上马逃走了。大官又把马良抓了回来，马良就画了一座金山，还画了大海。大官连声说，快画一只大船，我要运金子。马良就画了一只大船，大官带兵上了船，马良又画上了几笔风。海浪打翻了大船，大官也沉到了海底。梁，梁，笔，笔，嘱咐，嘱咐，穷，穷，强，强，静，静，活，活，宝，宝，监牢，监牢，翻，翻。Thanks for watching. Don't forget to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.